这种材质的话，它本身的话耐热其实在70度以上，它可能有苯乙烯的单体跑出来，把它盖起来，因为热可可、热咖啡有可能超过70度以上。那70度以上就担心它会有苯乙烯单体跑出来。嗯，那苯乙烯单体在目前医学上已经证实，它是动物的确定致癌物质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